台湾呢，能小到连手表上的小小的零件都能做以外呢，然后甚至很科技的半导体啊，或者是一些电子的零件啊，他们都是世界首屈一指的，借着台湾这个市场去表现我们产品的特色，所以摩托车变成我们主要的出发之一。所以呢，你会看得到我们现在所有的零件，第一台车一系列就是所有都是百分之百的，那就是因为我们台湾这些厂商都是非常厉害，因为我从头到尾是跟到整台车量产，所以我很清楚，甚至在找马达的厂商，或是说一开始的时候，我都是一起跟着在的，所以我就知道说我们台湾其实是可以很强的。你看到一系列，大家应该都是很感动，因为真的是 made in 台湾，尤其我们自己都会感觉得到。那更不用讲二系列，二系列我还可以带动这个市场，所以呢，除了有这个二系列出来之外，再来就是看我们现在台湾的这些厂商、这些供应商，能不能够给他有一些效应，让他们发挥的。